去年十月十五号在大拿东港的圣贤宫，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兴建，现在临时兴宫已经顺利来完成。并在四号下晡由信徒对开口，将关圣帝君请来大拿，并在五号上午举办着立会安座的仪式。上午来到大拿圣贤宫，法师当无闲咧上经，包括内政部参事温元兴和大拿顶顶黄金如等人，拢虔诚在队伍当中参加道教科技的祭祀。这个是圣贤宫关圣帝君对开口迁移来到大拿去贤宫现场。哎呦，我呢。关圣帝君的旨意吼，伊是要来住遮，啊，已经照伊的心愿完成。啊，阮有想，帝君想要行传承的路，啊，行这个做善事的心，吼，啊，所以阮内底有这个忠义慈善会，吼，啊来召集大家吼的爱心，啊召集大家来帮忙，安尼。圣贤宫是去年十月十五号在大拿破土动工，历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圣贤宫已经起好，并选在八月四号由信徒对开口将关圣帝君请来大拿安座。阮为下晡两点哦开始行，行来到遮九点半左右，啊，这个十一点开始入会安座，啊，一直到完成差不多两点。今仔非常欢喜吼，是咱的圣贤宫，啊，有咱大拿伫咧中拿吼，安尼关圣帝君吼，今仔入会，啊，相信就讲吼，这个信仰的中心吼，是每个乡镇都非常重视的。啊，我看到咱今仔真侪神人进入来个现场吼，除了祈求会当吼厝内底平安，相信嘛是希望讲吼，啊，今嘛整个台湾会当风调雨顺。大拿圣贤宫创办人施祥辉表示，建庙过程对庙地取得到土地变更合法使用以及设计发包等工程，是十分感谢各界信众的支持和鼓励，一切如期完成，除了感恩也是感恩。细心考验，洪大拿电采访报道。